这边呢就是坑道了，走吧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把这个骷髅怪打一下啊。哇，他怎么血这么耐打呀？好，搞定了骷髅兵，这边还有一些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它好像会不停的释放一种毒气啊，刚才这有什么？怎么把这个恢复原样呢？在这儿啊，我们继续跟他走。好，那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要把这个打掉了。这个怎么打？放一颗炸弹得了，可以吗？我试一下啊，来放一个炸弹，快跑！这一下就完成了，继续往前挖啊！我的天，我们现在有了工具啊，进化成了一个先进人类啊！那是什么东西？轨道上有个像是箱子一样的东西，哇塞！用来在轨道上行驶的台车啊，这里好像是台车的停靠站。如果能以这里为终点，将轨道延伸到地面的坑道入口的话，什么意思啊？咱们来和他说话啊。哦，我们需要把这个断掉的轨道全部接上，这个车呢就可以在上面行走了。这样呢，搭乘这个车就能方便的往来地面和坑道。所以呢，他希望我能够修复这个铁道。如果用来修复的话，轨道不够的话，附近一带应该有可以拿来使用的破旧轨道啊。我记得在坑道中应该有轨道才对，一旦需要就拿来用吧。好的。清除掉路上的土石，让这条轨道延伸到有台车停止板的台车停靠站。对了，把乘车台沿轨道往回走的话，会比较容易找到中断的地点哦。如果想知道连接轨道的秘诀啊，就来找我吧。好的，这儿是不是？这是轨道，看着跟那个盖板似的啊。这里又有一些小鼹鼠啊，我们现在攻击能力不是很强啊。哇塞，它打我们好痛啊！鼹鼠还会躲到这个下面去啊。他说这里有轨道，哪里有轨道？我们先把这个炸掉吧。哇塞，这儿出现了一个 boss。